那每个团员应该是同学朋友啊，都非常非常努力。我们在这边啊用了四周，然后每周的礼拜六、礼拜天排练，然后蔡老师也是鼎力帮忙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这台很棒的音乐会。我个人是一个客席者，也经营乐团啊，经营这样的乐团真的很不容易啊。我非常谢谢大家啊，今天虽然人座位不是很多，也是客满，特别高兴。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口碑，然后一些回忆，一些好感。然后我们下次台湾洋基乐团再演出的时候，请大家务必光临。谢谢大家。我们在台湾洋基开心节，我也非常开心。我跟钟团长是旧识啊，是老朋友。我看到他经营的这么的辛苦，真的是很心疼他。他比我年轻，看起来比我老多了。我还跟大家抱歉，是因为真的时间上比较仓促，然后各个人也不是非常充足的。我们今天安排 piece， 我有想要准备，可是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带来，大家都忙，所以我们再为大家再重新演一段兰花花的快板，不好意思，可是真的是。Okay.